热升滑印表机的三个特点。热升滑转印是一种将液态墨水加热气化成气态，再渗入成印物表面凝固，进而达到转印效果的技术。热升滑转印拥有三个出色的特点，跟着一生一起来看看。一、墨色纯净，成色完整。热升滑采用连续色阶技术，印制颗粒度极小，输出的画质因而能十分接近影像本身，印刷效果相当细致，成品拥有色彩鲜明的特性，连渐层效果也可以顺利印出来。二、印制速度快，实用价值高。热升滑印表机使用 TFP 为针点压电式高效能喷头，拥有更精准的落墨位置以及出墨量大的效能，大大提升印刷效率，同时间也能维持印刷品质哦。三、小范围作业，操作更轻松。热升滑印表机是目前最佳的输出影像技术，除了机台小之外，界面操作也十分人性化，更能透过 Wi-Fi 即可列印。想要开始微型创业的您，只要搭配一台热转印机就能轻松产出商品。热升滑印表机不论在印制品质或效率都有良好的表现，若您有创业的想法，热升滑印表机将会是您事业上的最佳帮手哦。一生成立超过20年，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，提供大型工业用机台及小型创业的个人用设备，包含 UV 直喷机、雷射雕刻机、热转印机等印刷设备，拥有专业售后保固团队，提供免费线上设备咨询服务。任何数位印刷设备需求，欢迎找寻 MIT 品牌一生免费服务专线 0800-520-005。